我想和各位分享我在这门课我学习到了哪些能力。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荧幕上面列出了四点，第一个是阅读科普文章，就如同我一开始所说的，在我日常生活当中，我并不会主动的去阅读一篇科普文章，而在上完这门课之后，我发现我对文字的掌握能力有增强，所以在阅读科普文章的时候，我学会更快速的去抓取重点，以及找到文章的架构。 而第三部分就是文转图的部分，也运用在我在学习的时候制作笔记上面，能够快速的抓取重点，然后对文本有另外一层认识。而最后就是制作懒人包，因为新课当下有学习历程的展现，所以在上传电子资料的时候，我很常用到简报以及海报的格式来呈现我的学习成果。所以在上完这门课之后，我里面所学习到的简报技巧也大量用在我呈现我的学习表现。